那些二十多岁的小妖精，你给我听好了啊，如果你们再不顾我们这些三十多岁女子的需求去勾引那些四十多岁的老爷们儿，就别怪我们对你五十多岁的老爹下手了啊。你要记住，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因为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够用的，不是因为他傻，也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在那一刻他觉得你比钱更重要。漂亮的不敢下手，丑的又不敢下手，年轻的又不忍心下手，老的又不想下手，熟悉的又不好意思下手。想一想，你是不是活该单身到现在？都说女人主动一点，男人都不会拒绝的，那我今天就主动一下。对面的哥哥，我喜欢你，你可以送我一个小红心吗？你的微笑定格成永久，你的笑声刻在我心头，我就站在滚滚红尘的洪流。